정말. 自己一個性格。
除咗香烟之外，食嘢咯，唱 K 咯，做嘢同埋喺屋企瞓觉。我想讲澳门系咪有好食嘅碗仔翅？寻日都有人问我呢个问题，但系冇试过。假噶嘛？咪即系几蚊碗嗰啲啊？以前就几蚊碗咩？而家十零蚊碗。咁香港都有啦。咁边个话好特别啫？主要有啲人讲噶咋。咁你觉得澳门嘅铺摊系咪特别好食？其实我觉得澳门嘅铺摊同 KFC 嘅铺摊差唔多味。其实不是好吃，有甜，有太甜了。咁澳门仲有啲咩好特别嘅嘢？好啊，我想食，我想食呢个麦乐鸡。我有个好白痴嘅问题，咁澳门人有冇人食过葡文？唔脆。下次你嚟澳门，我同你去食碗仔翅。好啊，但你又话冇乜分别，但系好 cheap 啊，侄仔嗰个都几好食过佢。咁你喺香港最中意做啲咩啊？做嘢。变咗垃圾。你唔中意啊？你形容下佢味啊？佢好似番茄洋葱嗰啲汁。咁佢系番茄泡嚟噶嘛？茄汁洋葱猪扒饭嗰啲咧，即系嗰啲茶餐厅嗰啲，就冇味。正常发挥。唔知因为我从来都唔食猪柳蛋。你咁唔蠢，冇嘅。一杯可乐晚上，Subscribe 佢嘅 channel 啦，你有冇嗰啲海浪浪嗰啲啊？冇，冇 ，OK OK。